下一个动作是以脚掌为轴，脚跟抬起来往外展，如果距离显小的话呢，咱们把脚微微的再打开一点，跟肩的那个宽度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膝盖微曲，两臂从体侧打开，肩带着肘，带着手走，大概夹角是45度的时候，前摆翻掌，双臂翻掌，前摆到体前的时候屈蹲下落，这时候身体有一个向前的一个涌动，注意这个收腹，节节贯穿，手往后展开，画一个立圆，往前按，按的双手按的高度跟我们的膝关节这个高度就可以了。身体呢，背呢是平的，跟地面是平行的。按到底的时候，抬头。接下一个动作，身体有一个涌动，然后再下按，再抬头，再起来。这个动作呢，也是做两遍。看，肩带肘，带手，向前，体前合拢，与肩同高，屈蹲，身体折叠，手往前按。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脊柱非常的有好处。抬头。下按的时候按到底，把头抬起来，站起来的时候也是节节贯穿，尾捋起来，腰椎起来，胸椎，然后头站立，并步